90%的油皮它都逃不过毛孔粗大，但是从这样到这样也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一招让油皮不油毛孔变小，哈哈，我算是悟到了。这个绝招就是从哈佛皮肤科 Dr. Jeff 那里学来的，早 B 晚 A， 白天护肤用维 B 烟酰胺，晚上护肤用维 AA 醇。别以为烟酰胺只能美白，它还能控油、抗氧化、修护屏障，比维 C 更适合偏油肤质，可以让油皮白天不那么容易出油暗沉，同时和 A 醇早晚配合，还能降低 A 醇的刺激，更好的耐受 A 醇，让皮肤平滑细腻。早 B 加晚 A 就是强强联手，彼此放大效果，让油皮和 B 口说拜拜，让粗大的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、变小。油痘肌这样用还能淡包包硬，真油皮活菩萨，在喝谁不希望有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呢？来，喂饭一站式服务，我整理了三组低、中、高不同价位的组合，你们直接按需抄作业。百元内谁都买得起的实惠组 ，The Ordinary 烟酰胺精华和露得清 A 醇晚霜，两个经过时间长和检验的产品，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是给皮肤带来的收益绝对不低，学生党可以冲。200+小康入门组，肌肤之盐烟酰胺精华和理肤泉 A 醇稳中求进，这组我自己日常很喜欢用，属于油敏皮也可以试试的组合。用下来不光毛孔小了，脸颊的泛红也有改善。500+预算充足小资进阶组 ，Olay 康堂小白瓶和科颜氏 A 醇精华。科颜氏的 A 醇舒缓体系做得很好，很难翻车。Olay 在烟酰胺界又是江湖老大，这瓶还能帮皮肤抗糖，这组搭配用下来皮肤透亮的很快。上面三组搭配够油皮姐妹们选了，赶紧用起来！记得打卡拍照你使用前以及用一段时间之后的皮肤照片，要分享给我哈，等你们好消息，拜。